大家好，这一节来学这一款钩针花样。这个是图纸，这款花样适合钩围巾、钩背包。如果钩围巾，建议使用柔软的线，因为都是短针钩织，效果会偏硬。我建议是钩背包比较好看。下面的部分，上一期视频有教过大家底边的钩织，这个是外钩长针。所有的加号是短针。我教大家钩织第一个和第二个叶子，后面的第三重复这个，第四都是重复这个的钩织。一组花样33针，首先先钩16针的短针。16针短针已包括开始的这2针和这一针外钩长针。第三针勾在上一排的第三针中间这根线，第四针我们背面要空掉一针，把这针空掉，这里容易出错。你看这边绕着一条线，这是勾过的第二针，第三针勾在第四针，往前再勾12个短针，完成后在第17针上一排位置勾一针外钩长针，接着这边再勾16针的短针。背面都是1针起立针。第一针开始勾短针，每一行的背面都是勾短针。钩织时数一下是不是33针，不要把针目弄错了。第三排这一针一直都是从中间挑起。这是3针，接着再勾12针，一共15针。勾好15针，绕线，挑起这根线，1针外钩长针，中间勾1针短针，再勾1针外钩长针。接着这边，这里依然要把这针空掉，还有15个短针。第五行勾14针，1针外钩长针，然后背面3针短针。1针左边的外钩长针，这边还剩14个针目。第七行这边勾13针，然后在这里需要勾一个花，直接穿入这针，绕线，钩长针的未完成针5针，这是第二针，绕线。一次勾掉2个线头，3针、4针、5针，钩针上有6个线头，一次勾出。接着是3短针，注意这针是在这个位置，如果记不清的话，可以用记号扣把前一针卡住。第一个短针，3个短针完成后，这里又像之前的交叉一次，
到这里一针短针。现在勾的是这一排，接着另外这一边13个短针。第9行这边勾17针，接着挑这根线，勾一针，外勾长针，空一针，两短针。接着这个位置先勾左边的一针，外勾长针，绕线两侧，还是在这一针勾一针，外勾长长针，分3次勾掉线头，一次勾2个。这里一针里勾了2针，那我们在后面就需要空掉2针，1、2，第3针从这里开始，后面加上这针一共还有11个短针。11行这边勾16针，接着这里一针，外勾长针，3个短针。然后这2针分别要加一针上勾，加一针，那么这里就是4针，1、2、3、4，这里容易出错，用一个记号扣，卡在第5针上。分别在这一针勾2个外勾长针。然后再回到左边这一针，勾2针的外勾长针，一共4针。然后在记号扣的这一针后面还有9个短针。背面的时候，我们之前来看，这里有2层，勾的是靠外的这一层。13行，这边至这里是15针，勾1针，外勾长针，4个短针。这里加一针，中间正常2针，这边加两，这边，这里左右加针，中间正常勾，一共就变成了6针。从这里1、2、3、4、5、6卡在第7针上。加一针，然后中间这一针正常勾，这里正常勾一针，一共4针了，这边加2针。一共6针。接着再卡记号扣的这一针勾短针。还剩7个短针。15行，这边14针，这里和之前一样，开始分右边的叶片。钩织方法和之前相同，一针勾2针，中间加一针短针。接着这里3个短针，这里正常的勾
六针外钩缠针，挑起每一根，从中间钩六针，这边还有七针短针，十七行右边勾十三针，这里外勾缠针三短针，和这边这个是一模一样的钩织方法。这边外勾，接着是三短针，然后开始紧针，挑起这一针，勾出两个线头，绕线挑起第二针，勾掉两个线头，然后再把这个线头合并，这里紧去一针，现在就变成了五针，一二三四五，把记号扣卡在第六针。后面的都是不加不减的钩。这边七个短针，第十九行这边十二针，这里又需要勾一针的左右外钩针，三短针，这里需要再勾一个豆豆，接着三短针，这里我们要紧去两针，就是还有三针，一二三，卡在第四针上。这一针之前剪过，所以你要挑起两个线头，勾一针，再和后面这一针合并成一针，接着中间勾一针，最后这两针再紧针，这里就变成了三针。这边多出来一针，一共是八针。二十一行，这针需要加出两针，一二三。我们开头第一次这里都是第一针是一个外钩缠缠针，第二针是一个外钩缠针，是在一针上勾的这里。三短针，一针左边的外钩缠针，接着这里七短针，这里空两针，一二
锦一针。后面这一针正常勾。这边还剩八针。现在是23行，已经勾至这个位置了。这边和这边是重复的，这里我就不重复勾至了。这边是勾九针，然后这里两个加针变成四针，前面勾三短针，这里一针，外勾长针。接着七针短针，这一针两针合并成一针，叶子就完成一个了。这里只需要空掉一针，这边还有八针。第25行这边勾八针，然后这里又是重复，和这边勾制的方法是一样的，这里要加针，一次加至六针。我们现在勾的是这个位置，这个叶子重复这个叶子的勾织，然后往上这个也是重复这个叶子的勾织，方法就是这样一直重复。当你的长度勾好以后，在勾织这个叶子时，这边从这个位置就不要再分叉，这些都不要勾，把这个叶子全部勾完，这些全部勾短针就可以了。